那个许信封哦，啊，下午都还有分层录，没事啊，没差啊。啊，对啊，现在六商店又快到末日了，A 二的，哦，错，好像不错。末日啊，毁灭者，钝器。对，现在卖哪里都一样，恶魔岛都没用。就加减卖，加减赚。嗯？对啊。看来是愤怒。你要我那个账账？沙哈将会引导你去一个好地方。我要给窍门用。交出来。看光了，可以录了。有时候上上讲话也真是好玩。好了，好，我的好了。你们再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漏的。应该是没有吧，看一下。对啊，你在，哎，哦，工匠加加，稍等哦，稍等。这真麻烦，都忘了有工匠加加这档事。稍等，稍等。然后、哦、今天顺便可以拿那个每日任务领的那个什么龙之卷轴来用用看。哦，对哦，对，不好意思哦，再等我一下。那个会覆盖吗？覆盖哪一个？它好像是在道具栏那边啊。我去拿攻速卷，我都忘了攻速卷。哦，啊，花茶好像有人说好像会覆盖哪一个呢？会吗？吗会覆盖什么？你要讲了你就讲清楚哦。你不要用讲话用讲到一半的，没有下文。我的专长是制造武器。我去拿一下好了。我去拿队伍辅助卷。我去拿龙之卷轴。我拿一下。需要整理吗？哎，大家口说假龙果。真的假的？助卷。哎，因为之前他好像不知道谁讲过啊，那不要了，算了，我不拿了，不拿了，不行，开玩笑。不行，我要龙果。那等会。等我，工匠过来，加一下。哎、欸，要是我真的扛不住两只猫猫，可能就要帮我拉怪了。哦，好，OK。你有人帮你补吗？维格啊。应该可以啦，绕圈，绕圈圈那里啊。你那个英雄技能呢？要错开用哦，看谁要先放。嗯，还怕爆格嘞？啊？我怕爆格哎、欸，怕爆格哦。哦，发财要开什么？没有，他应该是在问猫猫那边缺不缺开补。
要帮你开窍门。OK 啊，你知道叫你知道账号吗？你好像有给过我，但我要找找。我发现一个同号一起跳下来。哦，浅蓝的。我找找啊。我密给你好了。好。哎，我相信阿卡可以。不行哦，那个喷的时候不是一只白老就补得回来的，花茶。应该是奈尔是会好一点。是那个窍门啊，窍门。我想说窍门还能丢个什么连锁之类的。那我觉得你还是给猫猫自己。我伸出哦。啊。对。窍门啊，窍门。哎呀呀。我跟你说啥？没事没事，考验你的技巧的时候到了。真的。猫猫就那到时候我真的躺，你就要拉一组，然后林业跟范就打同一只，然后让另外一只当猫拉走。好。那你怕？好，等一下的，可以交易。掉下船。花茶，你那个白狼有空帮我用光头一下。哦，那这好啊。你这样很考验他。你是要他那个塔鲁吗？等一下，我发一下塔鲁，塔鲁很快。把路拔下来，稍等一下。可以再一次。登不了。没有啊，正在。哦。等我一下，我滑鼠刚刚喷到地上去了。你也听过嘛？上次弄滑鼠的借口。滑鼠的借口？你说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听过这个故事。是哦，啊，我再开始晃，算了。没事，我低调的说。你不要乱摔。哦，猫猫，你等下，它刚亮起来。花茶电脑没那么好，不要虐待它。好。啊，可花茶可以六开五只吗？还可以。我开了九只了呢。哦，那你要不要？我把他们都最小化了。你这样行吗？我上面有一个那什么蓝水啊。好。那个可以喝。蓝水在哪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哎，丽卡有蓝水吗？啊，我上面好像也有那个什么加几那个。加几？哦，有看加九。哎，你说 MP 水？对啊。等一下，有要带吗？勇气加护先给悠悠放吧，悠悠先第一个放。我去拿 NP 水。阿卡，我接你就好了，你别去了。啊？这旁边我接你就好了。哦。勇气。那个修好了呀。英雄加。英雄，我这里有两个。悠悠先放英雄。哦，好。先给悠悠放。嗯？怪物墙的仓库又坏掉了。那本来都没修 好不是吗？从来没有修好。修好了，没有，坏掉了，很久了。MB 水 ，MB， 你跟战狂交易啊？战狂有，我有。他已经在装里面了啊，随便。坏很久了，没关系，随便。超久了吧？所以你们好了吗？好的话，先入场再加加吧。等厉害了，我还没到哦。哦，好，确认一下而已。确认一下。哎呀，我那个和谐心灵吧。有啊，血盟和谐先点。哦，对哦，还要加心灵。阿卡，你帮我加心灵。啊，我不要心灵。靠，勇士必要水。嗯。啊？不拿出。勇士，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你点出来我看一下。你要喝那个可以一直直接疯狂喝的那种哦。你们先，这个没屁用啊！这个啊，看我拿我的，那个我拿我的，你来跟战狂交易啦哦。哎。
是生气药水。那个是生气药水哦，那个喝到你会爆炸哦。喝了会生气。干嘛用？那个我们都直接删掉了，好不好？花茶很有耐力的把它放着剧集喝完。我现在也把它删了，我懒懒。哦，你有魔力恢复剂哦，对啊。你有几罐啊？三罐，你还跟战狂交易哦？其他的不能用吗？其他 CD 时间太长了。主教那个谁要啊？然后那个主教哪个谁要？那个死亡会复活那个救赎。看谁要，然后加给他们呢、啊？我不要加。我们会先用龙的加护。基本上只有一次机会而已啦，那个倒连倒两次就没救了。对啊，差不多。战狂。哦，我好久没有开主教了。悠悠了，悠悠啊！真的，这样压力好大。那个倒了，就是措手不及。嗯，悠悠加油！花茶现在是你自己开的吗？两只都我开的。哦。咋啦？不然我不是神啊。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龙之祝福要加在哪里啊？你加加自己吧，不然就留先留。你先留着，不然就是万一我战士有倒下去，马上就加。好了，我这里好了。相信我们会过的。寒牙成衣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我相信我们会过的，加油！猫猫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，说真的。精神喊话，我都觉得很难，我都觉得很渺茫。对啊，我需要无聊就连锁吗？哎、欸，要。好、哦，来进场哦，进场哦，好，我等等。进场再加，进场再加。干巴爹呀！录啊！哎哎、欸，另外娃娃放这里，娃娃都放这里，放两侧。和谐剂。哦，放两侧，在中娃娃放中间就好，中间的各两侧墙壁那边。啊，猫猫，你到时候要拉你路线要画好，哎，不要送娃娃。OK。大卡心灵防护给你加、啊，好。娃娃暴击把你打死。娃娃放。好、啊，战皇可以剧烈嘛？剧烈。好刺激呀、啊！剧烈爆了。没有看这些技。有点慢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我是 boss 要先打两边，两边拉都拉到定位，因为如果要扛的话，你们不能先出手。对，歌舞。哎呀，要吃东西啊！好，猎哥改旗了。把石蛋砍了啊！龙之卷轴不能跟那个龙果，对，不是，我刚刚忘了，哎、欸，好像对，是龙果，那龙之卷轴没有用了、啊。哎、欸，纯净，我来纯净先给我，
哎，牛娃娃站一下好不好？牛娃娃这样太危险了，都靠两侧，靠中间靠边。分数给你啊。哎，娃娃瞧一下，娃娃瞧一下，你们娃娃瞧一下，不要在中间，因为等一下我两边网都要拉，要是他范围的话，一定会攻击到娃娃。斗篷你们先不开吧，因为会浪费时间，而且一开始都开斗篷，你们伤害会太高。我先开斗篷。哦，好。斗篷你们先不要开斗篷。OK。斗篷我开。嗯，不会爆格。我开斗篷。不会爆格，那你要加救赎吗？没有，我有加那个。龙之柱，好哦。哎、欸，好了哈，来、哦、叫。怎么得？叫了叫叫叫。等我来拉网。哎、欸，对他这个范围的。小兵哦，小兵，等一下，我先，好晕了。宋宁那次怎么不过来 ？OK 了吗？不行，另外一次没过来。这样卡一下位置。没有。卡没有？我打你嘞。先降一下，看能降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吧。扛是扛得住啊，现在变成那就看伤害了。看伤害。我会打你的。好。哎，老一有啊，能上啊。你也在放，你也在放刀鱼。那个暗天使那个放得到吗？对啊，我还没打，等一下。有吗？有放到吗？嗯。你们先集中打右边那一只，那个。右边是哪？你们协助目标我啦，你们协助目标我，协助目标我，协助目标我打这一局。扛是扛得住，哎呦，被推倒。应该不用特地帮你开那个反制了吧？如果有这样不用。我看你好像被打就会触发了。嗯。好像找到一个好方法。我按着暴君，然后要补猫猫，我就用连锁；然后要补暴君，我就直接。好哦，聪明的小花。哇，这个暴君有降到防，对不对？有降到防。哦哦哦，这个我暴君有一点扛不出。很痛，相当的痛。哎、欸，英勇技能要放完了。哎、欸，还没放，悠悠吧。防到忘了。来，我要写，我要写，我写，没事没事，我写一下。我要写，我要写，稍等一下。好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像都放不到印记耶，有屁用啊！天使改烂了，就很惨。还是你拿弓没办法放进去，应该行呗。你、欸、帮我注意一下，我没有爆格，我没有时间。
那个爆了。好，没有，那狂先不要。还有什么可以点掉的？心灵他会不会恐惧？我想把心灵点掉，可以吗？好像可以点掉。目前还没有被恐吓。嗯，加恐惧。欸，那我们现在真的要赌运气耶，虽然说两只一起打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伤害有点夸张。好像打不太动。对啊，打不太动。这个好像有点没办法。阿卡，我去开矿。那么硬啊！再打一会儿，我等一下开那个。乌卡。再打一会儿吧。好，在我准备封球。手枪，嗯，你要晕，来斗，然后要写。好，有点难。嗯，这个伤害有点难，有点难，扛是扛住了。八分钟打这些，我看八，前面浪费两分，算六分好了，六分。怪人，没有歌舞，靠。从刚刚开始就没歌舞哎、欸，我以为是我没有吸到哎、欸，太远了。我想说可能是我站的位置不太对，所以。然后我就觉得佳佳那一栏好像样子有点怪怪的。看，那你也要讲一下哦。对啊，你们要讲啊、哦。你那空那么多只，哪顾得来？然后我想说伤害怎么怪怪的。
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撤了，可以撤了，真的。这个伤害打不动，不够。这搞不好需要巫师哦。应该说。我出去之前，我先换天使拿近战武器打打看，看撑不撑得住那个范围。我再开一个头风，你要帮我补血，我要开头风。你在被恐吗？嗯、啊，他会被恐。嗯嗯。我要压血，我开狂。好，哦，被秒了。哦，好哦，不用管、那個，而且不能复活，不用管那个天使，不用管那个天使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。那大你多少？哎、欸，有没有致命帽？致命帽放一个，我刚放过了。直接看谁有，看谁。嗯，我放。哎、哦、呀，又放了。我想说你暴君开狂哦。啊，你帮暴君开。有。对啊，这样打下去又跑去打。我看他打下去了。这样伤害有在跳，这样有在跳，来割王。好，我算好先加，有空先加。诶、欸，烙印放得到吗？放得到，就是会有几率失败。十分钟打这边，打这样的血，你们觉得嘞？太困难，太勉强。十分，二十分，可能会剩下三分之一。可能会剩下三分之一。这个可能连歌舞都要全部都上来打。撑不住。对，可能也不够。对啊，除非歌舞的武器装备也不错啦。除非歌舞都可以像那个香米玫瑰都这样的。对。而且你歌舞要撑得住王用的范围技能。没有，如果你能像他那样单打，不要讲啦，可以像我的暴君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这样我觉得我们该撤了，可以撤。可以啊，不用浪费物资了。那个阿卡七十七。嗯，我没有七十七。来，你们先飞吧，自己飞。你们先飞，死出去也没关系、啊。你们先飞吧。没有回血。这个有点惨。你那个 VIP 开了，至少有一张助回吧。臭门身上有助回，你身上没有回血。那你是那个爬出跑去最快了。妈妈，我关了。OK。都出去啊！你帮我七十七吧，可以了。嗯，好，你断了，这么刚好。还好现在才断。白老断了。我要先飞。这个应该是故意的。没有，扛是扛得住了啦。天使的印记放不到那个王，
天使真的好，除非练到85才有机会再试试看。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个质量的提升。那个食量要提升的很庞大，那可能还要给我泰隆哦。那、你要整理装备吗？我要回去把装留给华那个水屋，不然他打不动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差点死在那块小区域。洛，那个饭你有关掉吗？关什么？你关了？关。还没呢。等等，不是那个。等一下啊、哦！你也加油哦。目前位于无法召唤传送的位置，这里不能召唤、啊。对，这里不能召唤。